公子啊，公子，你醒了。二柱，三个月之前我让你跟大柱去找娘子，现在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们听说少夫人从京城落脚以后，又去了统领。我们是马不停蹄的过来呀、啊，可谁曾想，我们还没到统领，就碰上劫匪了。这帮劫匪太不是人了，他们上来就抢我。行行行，说重点，娘子在哪？少夫人啊，就在统领。太好了，二柱，太棒了！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能在统领找到娘子。出发。你们是谁啊？啊，这里已经被县衙查封了，闲人不得入内。哦，那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，公家的财产也要有人定期维护的嘛，一两银子保管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这天香楼里里外外都充公了。哎，公子家需不需要护院啊？这桑杰死便死了，敲他棺材板，我也要让他把钱吐出来。那我就不打扰公子做大事业。等等，啊？哪儿去？走啊！不如跟了我好好赚钱。小兄弟啊，我一看你，就一见如故的感觉，不如把你收下做我的义子如何呀？啊？啊，不对不对，反正就跟着我赚钱就对了。怎么样？以后我带着。走花路，如何？这个可以有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二筒。好名字啊！你不知道，我每一次听牌的时候，